须纳入。对，纳猪蹄。有劲儿啊！年轻嘛。卤的猪头肉。哦。好像刚卤的。好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饿得么来。今天我们又来沙镇西了，但是今天是待在这里最后一天。我们来果农家里买点这个橙子带回去，然后今天在这直播一场，下午可能就要准备出发回家了啊。搞点这个米，哎呀，吃了好几天了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哎呦，这我还拉不动了呀，这。哎，我这不喜欢。张老板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他买油干什么？拿点油，太客气了。咋这么客气还买点油？他们这里吃了好几千饭了。他买的米啊？你这太客气了，你们这里又不种米呢，都是买的，反正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是来帮我卖橙子已经很感谢你了，知道吧？意思一下，已经非常感谢了，你还想大老远给我卖橙子，我们说实话，对你。那我们去摘点橙子去，可以，摘橙子就带回去吃。好。哎呀，来，哎呀，啥玩意儿？那啊，我呀，蹄子、烟熏腊肉。对，腊猪蹄跟那个腊肚子肉。这个。这是我们在山上买的这个土鸡，农户家喂的。我买了杀了以后，秋了一下，烫了一下。带回去吃。带回去吃，给我的，给你的呀、啊！你这也太夸张了。我们这是贵重的客人，才给搞这个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真的是。这不是一般的人物。刷一个手镯，还把狗头皮送。我的妈呀，这个大。把刷一下，上面有灰。你这也太贵重了一点了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哎，这个很香的。我知道，这个是烟熏过的，烟熏过的秭归这边的腊肉。上半年的时候不是。那个老乡大林也给过我一只，哎，那个猪蹄特别。你每次来都给我带东西，哎，不是给我妈妈也带东西，所以说礼尚往来嘛。哎呀，你是太客气了，我是每次来都是打扰你们家，在你们家住，每次都住好久，你们那会烧吗？会。对，要把那个煤去搞煤去把它烧一下。我有这个喷灯嘛。对，喷一下，是吧？我感觉你们那边做腊肉是不是都用火烧一下再做？是的，跟我们那边还是有点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做法还是有点不一样。哎呀，这一块也非常好。对，剁子肉嘛。猪腱肉，是吧？对。我也认得出来，我也认得出来。哎呀，你这太客气了，真的是，这么大两块。要说，熏的时间不长。再长一点就更好。没事，我回去挂到我的那个炉子头上。哎，对，挂着。可以继续熏一下。继续熏一下。熏到过年的时候。啊，就更香了。你这太客气了，太感谢了。哎呀，我提一下。哎呀呀呀！买了好多呀！哎呀。这个我们放到身上去。好。这个你们看去那边在我给你留了200斤橙子，我们去把它摘了，带回去给亲戚朋友带回去。好。这个好，我就搞200斤橙子。对，带回去给亲戚朋友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有袋子没有？哎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袋子。没有，我去拿个袋子。看一下车上有没有。哦。哎，这玩意真的挺重哎。这两斤不得了嘞！这块湿的至少有10斤。有，我这个猪是300斤的猪嘞。300斤的猪。370。怎么养到那么大的都快400斤了？300斤7的猪。先放这里面再说。它被狗搞走了。那肯定了，我去，那叼走了就亏了啊。哎，等一下啊。可以了，先放这儿，待会儿再来处理一下。对，等一下再处理。我们就摘橙子。摘干净是吧？我先背个背篓啊。好。用什么东西装？就拿个筐子吗？筐子。我拿这两个。可以穿香水。
呀，这简直是太多了，怎么接这么多？丰收啦，大丰收今天。好久没干过这个农活了，小时候经常我们从下面背橙子啊，背沙呀、啊，往上面背。现在好久没搞过了，还有点吃力啊。你下面有篮子了吧？应该就是这个了。啊，不过80斤对我来说还是不在话下。我们这个橙子都是，不光是每年的肥料，卖橙子都是从这样，都是靠人工背的。哎呀，所以说再过5年以后，这里农村里面没有劳动力了，背不了了。哎，年轻人都不想，对，都不想动弹。年轻人都没回来，都连在外面打工。哎，所以说现在到处都在架轨道，就那个轨道，你那个小轨道要，就那个小火车运输。轨道的话，如果是散的就不好弄啊。可不可以几家人一起合伙那么搞？有的人愿意，有的人不愿意。那也是，可能他地少，他就不想。对，他不愿意出这个钱。嗯。地多的他才，比如说他那个车上有一家，还有2万斤果子。嗯。他就愿意加。不过他只有几千斤，他就对、他就不愿意跟你合作。他如果只有几棵树，他肯定不愿意搞。但是，其实他们的思想是错误的。你不搞，未来你背没人背了怎么办？嗯，你不搞，我嫁了，你不搞，我不给你搞，我不给你用。嗯，那肯定的啊，那不出钱，那肯定不给用啊。对呀、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这样。农村的思想就是。其实可以，就是关键是他那个想不想搞是吧？想搞的话就按数，或者说按那个产量分钱嘛，对不对？他不愿意搞。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在外面打工呢？我感觉这个收入也挺高的呀。我们那个时候土地下户的时候是按人口分的，哦，有的一家分两个人的田，哦，两个人就一两亩田，那么就成一年少是吧？对，卖个几万，3-4万块钱，嗯，把农药肥料一出来，他不如在外面打工。田少的不划算，田多的就划算了，是吧？对，像你这样有个10-20亩的就划算了。像我一年能卖20万，我都宁愿回来。嗯，那肯定。家多好啊，空气又好。自己喂点鸡啊，钓钓鱼啊。今天天气还挺好的，能见度还可以、我们走回去。走走，我们走。我们要撑一下。对。不用撑吧。我送你橙子。这个一定要给钱，不能送，这个不能送的。我知道，我送你买的，送你。不要，你送的我就不要了。哎呀，那就不要了，我这边长大是那去。不能送啊，这个该给钱得给钱。一百零八，一百的话得有啥？斤八了，92斤了。啊，你说，这两个92，跟着是吧？92。这个筐子16斤嘛，这117嘛。哦。现在这。哦。就在这里面把这两个减了。哦。200斤嘛。刚好叫4筐子200。对。我的妈！哎呀。我送你啊，100斤送给你，送你100斤，啊、送你100斤，那不能，那不能。来，送你100斤。那你们是只有靠这个种这个东西为经济那个收入来源，就除了这个也没有别的了，不像
那不能这么，那不能这么搞。因为心意嘛。那不能。好，一个袋子，装一筐就行了，搞多了搬不动。清理一下，然后这个里面再来把这个清空，然后后面我们来装橙子啊，把这个先搬到前面去。这里面都已经清开了，待会儿全都装那个橙子了。可以，小鸭子鸡一只鸭，过年的时候吃。好，这是一只鸡一只鸭。哎呦，谢谢。这个先切了之后泡泡水，泡几个小时，因为比较咸一点的。哦，这是风干鸡吧？对，先要切成一块块的，泡水泡4到5个小时水，用温水泡。哦。然后再捞出来，再炖着吃也可以。炖着吃啊？哎。好，谢谢。还可以吃的。没有。又给送了。咱俩一只鸡一只鸭，你这太客气了，咱哥呀，太客气。现在我们，把橙子搬上去。能不能泡干嘛？我搞不动了。好了。小心点。哎呀，对，就这么装的，挺好。还有，这么多。哎，这个办法可以。哎呀，有劲儿啊！年轻嘛，生龙活虎，是吧？可以。把有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放得下了。嗯，可以。贵重的猪蹄不要落下了。猪蹄放在这上面，放上面，哎，要不要扎下口？会不会溜出来？我的妈，好重啊！这两个至少有20多斤。那有。20几斤。这一走就要明年再见了。明年应该很快了，春节之后又要过来了。过完年再过来吧。哎，到时候红尘上市的时候又来了。可以。我们马上做饭做熟了啊。好。我让剩下的留着呢。哎，我把钱转给你，不用。兄弟，别急。不用。兄弟，别急，吃呀，回去去。那是我们家产嘛。哎呀。不用送。农产品。啊。没。好了，已经付给你了。啊，你待会儿收一下。以他微信啊。啊。对。所以说，老男孩这个人品真的很好。没。他知道农村人的辛苦。哎，过奖了。素质高。因为自己也是农村人嘛，都是农村人。像我们那边也是经济条件，就是没有像你们那边还有个橙子，我们那边就是有板栗，但是没有搞起来。哦，板栗搞的规模。不像你们这样橙子的话。基本上一摘下来就能变成钱，百年的，他肯定更高的百年，对，螺旋百年也是打工为主了，现在基本上挣钱呢，不挣这么多钱吗？对呀，挣钱哪挣到钱呢？那你赶紧从老年人家里，你不亏钱就算好了，你还要种田的时候你要搞放回，你要买种子，还要农药肯定是还要打一点，一点不打肯定不行的，防虫嘛，这是防虫要打吗？只是到谷成熟的时候可以不打，反正种了自己吃。也不图卖钱。第一，它这个品，种起来很麻烦，成本高，然后市场卖价低，加上呢又没有规模，得达成规模。反正在我们那里，本来田地也不多，你种的田的话，一亩地如果是种的特别好，能赚个几百块钱；你种的不好，还要亏本。那亏本就别人就不愿意搞了，是吧？今年亏，明年亏，年年亏的。对。没兴趣。还是像你们这边种橙子还好一点点，是吧？相对来说。橙子这个品牌好一点，对，还可以。你说像那个橙子挂在树上，可以说，你说现在卖也可以，过完年卖也可以，哎，再过挂个10天、20天、30天，它不受影响。是。其他的什么，其他的果子，还有这个农作物，到了时间就是那几天，像桃子，就那一个星期必须要卖。像我们板栗，如果到时间不摘，它就掉地上了，它就炸了，那全都炸开了。对，它只有一个板栗。不管你市场行情怎么样，不管天上下雨不下雨，反正就7天的时间，你不卖，就颗粒不收。
橙子它就有这点好处，挂20天不卖，不受影响，只会挂在树上越来越甜，越来越好吃。对，所以说橙子它这点好。好东西，两天我搞这么多菜，我操，咸鸭蛋、咸蛋，对，咸蛋，当然卤的，卤的猪头肉，哦，好像刚卤的，哦，好好，这个长得很好，我这多着，我这多着，再吃。